有卡损手术了。啊？他的后背跟后背之间有卡损手术。对，上班的。有吗？那有一个卡损手术。还不是运动吗？他放进去就来。放进去就卡好。然后他们内部那有一个，他吸不走，那个导床那个吸不走，他们会卡住这里，把他那个外伤把它包住。又有两条进来了。曾经拍过最久的进港时间30分。他们这个公司哈，有自己的造船公司。不要小看他旗下大概400条左右这种。那他有他最大的就是到21万。最旁边就是最旁边那个就没放，对，他们这样子就是送满了，送满。他这个吃水，现在吃水13.8，啊，我没有看过他放到全满，因为他位置现在就满了，这样子13000。不是还有一艘船吗？他们在左前这边是右后，然后用杠杆原理把它推成那个推成直的，要进去。
变起来像。哇。Costco 啊。对啊。Shopping。Shopping。对啊。我看很像啊。这条是中国远洋公司中远葡萄牙 Costco Portugal， 然后它上一港是从美国的长体或者是印尼那个长滩岛，因为它英文是 Long Beach。然后它这艘是中国远洋海运他们自己的造船公司在中国南通造船。这条中远葡萄牙，它是长是366公尺，宽52公尺，然后它是2014年交付的，然后它的吨位是156605，然后这条船的船重是153666，然后今天进来的时候吃水是3.8公尺。
旧呢，看起来旧呢。对，然后明天有一家，明天他有交一艘那个两万二的新船，最后一艘了，挂丹麦旗帜的。啊，他会在那个早上进来首航。这看起来就超级小。对，这个9000吨而已。他在下锚哎，他在下锚嘞。